少钓海参的好事儿，你信吗？不都30元的海鲜大咖，你敢吃吗？哇，你看它上面有这种大螃蟹、大生蚝，还有这个龙虾、大鲍鱼的，这一盒里面这么多龙虾、大闸蟹吗？买了海鲜大咖29.7元到手一盒，净含量11000克，盒子包裹的还行啊。它上面写着啊，撕掉铝箔膜盖，加入200毫升水，然后放在卡式炉上加热到沸腾就行了。哇，这加热后啊，糊的跟火锅似的，温热还挺辣的。这也看不全啊，它里面具体都有什么海鲜？那咱们就边尝味了，边慢慢的探索吧。师兄趁炉必须得煮。咕咚，我们先来个虾，这虾不完就不大点，一口炫了。嗯，口感有点柴啊，这个是海蛏子。嗯，那搞得嘴里一嘴的沙，这扇贝的个头看着还行啊。嗯。味道是麻辣味，总感觉又是大子。再来尝尝花蛤和鱿鱼，这花甲跟鱿鱼感觉不怎么新鲜啊。那宣传图片真的是仅供参考，我找了个遍，没有螃蟹、龙虾和鲍鱼，综合评价。